家必須處理好自己的垃圾。香港人的垃圾，香港人自己不清理，誰個幫你清理呢？我們的清潔行動呢，絕對講得很清楚，不是做三個月的。三個月只不過我們希望告訴你們，我接下來市民是有，這是有迫切性的，市民希望看到政府在短期裡面做出一些成績出來。因為我們的目的其實就不是定一個名額去做些事給大家看，而我們的目的是調回轉，我們是以我們所知的衛生黑點呢，我們去採取行動。但你說是大龍鳳和蘇呢，我想有個意味，好像做了就算啊，去交功課。咁我不斷強調咧，譬如就算我哋今日出嚟睇咧，呢個因為係一個啟動，我相信大家都關注啦。咁我哋要出嚟咧，表示我哋嗰個關注同支持啦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！